许要比天还高。云那轻轻飘过来，梦中轮廓一点点透露出来。飞吧飞吧，飞过黎明和夜晚，啦啦啦啦。风它轻轻吹过来，梦像翅膀，流星天空中划过，穿越时空，回到这梦想的地方。9点钟方向有个密林，打算逃去那儿。偷了火魔杖就想跑，没那么容易。嘿，哎，快！你受伤了，我不能见死不救，先吃颗止痛药丸吧。这是最近的医院路线图，用我的医保卡还能打8折。这是坐车的钱。化心磁力链。甜心超人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啊。这好像不是止痛药。哦，糟了，给他吃错药了。为了防止火魔杖再被人偷，我们还是先随身保管吧。小镇有不少卖保险箱的店铺，我们去看看吧。我的帽子，帽子。我们去看看吧，我的帽子，帽子！小姐，你小心呢，你站在这里会被马车撞的。我会被马车撞？怎么可能？喂，你怎么样？刚才真危险。甜心超人，你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怎么说，好像灾难发生之前，我会预先知道的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知道，意味着你就是灾难的制造者。我的意思是，我能够预知将要发生的灾难。真的假的？除非你能预测到我待会儿会遭遇什么，我才相信你。滚！喂，别骂人！我说了你会滚下来的。该死的霍哈哈，魔杖抢不了，还玩失踪，我们只能亲自动手了。将军。以超人为核心的方圆几百里都被我装了陷阱，所有人都逃不掉。也就是说，也包括我们。没事，他们也一样会踩中陷阱的。小心，这里有个坑。小心，这棵树上隐藏了一个陷阱。小心，不要碰到这根树干。怎么都避开了？居然踩中了！居然踩中了一朵这么漂亮的蘑菇，太可惜了。
到。啊，如果我提前告诉遇难的人会遇到什么，不就可以帮他们避开了吗？你再往前走就会被花盆砸中的。你再往前走就会被皮球砸中。你再往前走就会被幸运砸中的。被幸运砸中。哎呀。我要预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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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预测。你不要吃鱼，会噎着；你不要走树林，会被蜜蜂蛰的；你不要洗澡，会溺水；你不要向前走。为什么呀？你真的不要再向前走。为什么呀？哎，你踩到我的脚了。甜心超人，你帮我预测一下，我等下会不会遇到什么麻烦？嗯，会被骂。啊，为什么？除了店铺号，你都问了我20遍了。这也不是很多遍呢，我们都走了半天了。我们是走了半天了，但我们现在还是在门口呀。甜心超人，我等下会不会遇到什么麻烦？别再问了。但自从知道你能预测灾难，就忍不住想知道我做的每一步会不会有灾难。不只是他，还有他们呢。你快帮我预测一下，待会儿走路的时候会不会摔倒啊？我都几天没走路了。你快帮我预测一下，待会儿吃饭会不会噎着？我都几天没吃饭了。啊，他怎么了？因为没有你帮他预测待会儿说话会不会咬到舌头，所以他几天没说话了。你快帮我预测一下。所有人都依赖你的预测，什么都不敢做。我们先回皇宫向国王求助，在这之前你不能再帮人预测。我们不会再靠你的预测了。前面真的有陷阱。天心超人，巨人们要全部中招，黑魔法师快动手。是。甜心超人，我以后都不要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。可不要失败了。小小怪，下次别装那么多陷阱。啊，
你醒了？我们问过国王了，你应该是吃了魔法草药才能预知未来灾难的，而且也找人鉴定过，这就是解药，你快吃吧。可是这解药是谁给的？我们只需要比天还高。